来分享吗？我们好像，我们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分享到，对不对？换那个玉桥吗？哦，在忙哦，没有，没有就上台。不然我们请林黛玉带来一首那个睡得好沉哦。好，我们请林黛玉带来一首米店。那林黛玉呢？其实是我们这里的村狗，她的眼神就是让你那个无法抗拒。那我今天替林黛玉献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米店》。三月的烟雨，飘渺的南方。你坐在空空的米店，你一手拿着苹果，一手拿着命运。想寻找你自己的香。窗外的烟雨匆匆忙忙，把眼光留在潮湿的路上。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，那时光就成了烟。爱人，你可知道，明天已经来临。念得好容易那个哦。马渡上，停着我们的船，我会洗干净头发，爬上桅杆，撑起我们葡萄枝叶般的家。哇，好美好哦。好，我们来，就今天就献给林黛玉，我们的村狗。好。其实我们有另外一只村狗，它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村狗，它叫小头哦，请大家多多关爱它，因为食物都被它吃光了，所以小头就体态比较小，可是它头也很小，但是它是我们这里的守护神，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待在这边，它只要做台风它就会跑去别人家。好了，我跟它没有仇，我对它平常也不错。我只是趁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在后面就是屌他一下。好，
我们好像听说有朋友要上台分享，对不对？好耶，那来吧。